在城市养植物一点都不简单，因为我们有环境上的限制，因为通常很多人都是在阳台养植物，然后我们又有一些比如说不通风的问题呀、阳光没有办法直晒之类的问题。我不知道养殖了多少盆植物，所以我们其实在这里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经历过很多不大大小小的挫折之后，终于能够把比如说像这一盆养得比较好，然后我们从这一些经验上的一些心得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You know, padball 跟 tips 之类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欢植物，欢迎来到生活植人。我跟 Jessica 我们两个会不定期的在这里 update 我们大家各自的分享，主要是关于植物啊、生活啊之类的东西。如果你也和我们一样希望能够成为生活植人，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聊植物，一起聊生活，欢迎你 subscribe to 我们的 channel。 我们下一条影片见。